广播连续剧《水浒》第24集，根据古典文学名著改编，编剧丁霜、饶金发、李福海，音乐音响效果玉泉杰、观音、李山，场记王雪薇，剧务王淑平、江平，录音合成宋铁明、刘占松、郭玉芝、鞠小丽，主题歌作词陈汉元，主题歌作曲傅林，演唱陶杰、赵京，监制张克忠、丛林，顾问常树亭、李克勤、郭继，总监制陈凤辉，导演王波、郭银龙。那不是天上来的黄河水呀、啊，那是咱百姓流的血和泪。人有骨头，龙有筋呐、啊，壮士有脸，树有皮。梁山大业，休要再分功劳高下。梁山坡一行先到头领，到左边主位上就坐。新来的头领到右边客位上就坐。待日后是出力多寡，再行定夺。把秦哥哥的就到这右边去坐。诸位兄弟，宋江还有片言要讲。我等杀官军闹州府，正应了纵横36拨乱在山东的民谣。当今朝廷自不会善罢甘休，我等兄弟日后需绝无二心，共赴生死，方可兴此山寨，保国安民。嘿嘿嘿，好嘞，哥哥们，正印证了天上的言语，我等放着这么多的人马，便是造反还怕了咱家啊？到时候晁盖哥哥便做了大皇帝，宋江哥哥便是那小皇帝，吴用先生做个丞相，公孙道士做个国师，我等啊也都得个将军做做啊。杀奔东京，夺了鸟位，到那里去快活，不比在这鸟水坡里强得多呀。铁牛，你这厮休要胡说，今日既到这里，须听二位头领哥哥的号令，你再如此胡言乱语，先割了你这颗黑头以警后人。哎呦，要割了我这颗头，几时才能长出来啊？我还是只管喝酒去吧。山高远兮，月朦胧。月朦胧兮，闻涛声。闻涛声兮，思故园。思故园兮，盼子规。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是是是是。宋贤弟，你好有情趣啊！兄弟们都在那里饮酒谈笑，你却躲在这里吟诗。哦，
是朝头领。哎，贤弟，切莫取笑义兄，你我还是以兄弟相称为好。啊，兄长，小弟心中烦闷，独自出来走走。哦，贤弟，众弟兄有此一句，乃今生之快事，贤弟却为何烦恼？啊，兄长，诸位兄弟，宋江正有一件大事要禀告，小可欲下山走一走，起驾数日，不知各位肯否应允？哦，哥哥要做要做做啥大事？小可宋江自蒙诸位搭救，到此连日饮宴，甚是快乐，却不知老父在家近日可好，令小可时时思念。我等大闹江州之事，定已申报京师，若官府行文缉捕，必株连老父兄弟及全家人等。小可念及此处，寝食不安。兄长，小可想暂离山寨，去家中搬请老父上山，以尽犬子之孝，以绝悬挂之情。不知各位贤弟，养生送死乃人子之道，岂有不依之理？你只管去。只是不知贤弟要带多少人马？小弟救父心切，又恐人多而杂，只想只身下山。这兄长，桂乡离此尚远，倘有闪失，只恐无人相救啊。犬子未复，死而无怨，望诸位成全。贤弟几时启程？宋江归乡心切，若兄长应允，小弟今夜便走。也好，我等送你下山，望早去早归。谢诸位兄弟。爹爹，料理煎好，孩儿服侍你老喝下。青儿，先将药放那儿吧，为父一会儿再吃。青儿，你哥哥还不曾来信呢？还没有。唉，为父昨夜梦见你哥哥被众多官军追赶，今日家园便被官军围困，只怕你哥哥如今是凶多吉少啊。爹爹且放宽心，哥哥既已被梁山好汉救走，我想不会有事，你老还是保重身子要紧啊。我宋家世代清白，从不与草寇为伍，谁知到了你们这一辈，这都是爹爹的不孝啊。爹爹，爹爹，哥哥一向孝顺爹爹，恭敬祖上，如今走此下策也是事出无奈，爹爹万不可再伤心呐。是哥哥，四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是特地来接你和爹爹的。哥哥，你不能进来，你在江州之事如今已传到这里，我们的家院已被官兵包围，只等江州文书到来，便要捉拿我等。啊，这都是为兄的连累你们了。哥哥，有人来，事不宜迟，你快去梁山请人来搭救我等。快去呀、啊！哎，兄弟，等着我。啊！宋江休走，快快投降！快，给我追！
庙里里外外给我翻个遍。好，你们几个到那边去搜。好，住口！你们几个到那边去搜。快神龛底有没有？看看神龛底下。对，没有。神龛底看什么呀？没有啊。哪是你刚才看见了没？那是没有啊。不，赵总统，庙里庙外都已搜遍，不见宋江啊。嗯，这厮不在庙里，又没有别路，他跑到哪去了？都走，他是贼人跑到林子里去了。不对，刚才我明明看他跑进庙中了嘛。都统放心，这里不怕跑掉。这个村子换作环道村，只有这一条路出入，里面虽有高山密林，却也无路可行。都头只要把住村口，他便插翅难飞，在天明再细细搜捕。也罢，我等速去把住村口，待天明再来搜捕。回去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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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宋江。此命休矣。天神在上，望天神保佑宋江。又有人来。小童奉娘娘法旨，请新主讲话。新主休要躲藏，娘娘有请。二位仙童，请问自何处而来呀？奉娘娘法旨，有请新主复宫。哦，仙童诧异，我姓宋，名江，并非什么新主啊。如何会差呢？请新主快行，莫让娘娘久等。娘娘？什么娘娘？小可并不曾拜师，如何敢去？新主到了便知，不必询问。娘娘现在何处啊？此刻正在后面宫中。哦，烦请仙童引荐。新主请。启禀娘娘，宋新主已到殿前。臣乃下毒庶民，不识圣上，福望天慈，俯赐怜悯。可请新主坐下。是娘娘。卷帘。新主别来无恙。臣乃庶民，不敢面去圣容。新主既然至此，不必多礼。童子献酒。是。新主请。再欠新主一杯。臣不胜酒量，期望娘娘免赐。既然新主不能饮酒，且取那三卷天书来。是娘娘。宋新主，传你三卷天书，你可替天行道。
为主全忠仗义，为臣福国安民，驱邪归正。他日功成国满，拜为上卿。谢主隆恩。我有四句天言，汝当记取，终身配受，勿忘于心，勿泄于世。愿受天言，臣不敢轻泄于世人。欲诉重重喜，逢高不是凶。北幽南至木，两处见其功。多谢娘娘。信主天凡相隔，难以久留，快回去吧。我这是在哪儿啊？适才新主遇难，若不是娘娘护佑，已被擒拿，天明之时自然脱离此难。哦，新主你看，石桥下水里二龙相戏。去了天上，难道是菩萨显灵，有因搭救于我？啊！这天不逢时，宿命，此命学为你。小厮休走。妖师休走，妖师休走，仙娘快来救我。仙娘，哎呀，哥哥你在这儿啊，叫我们找的好苦啊。哥哥前脚下山，曹统领和吴军师便放心不下，命我等前来接应啊，只恐哥哥倘有闪失。贤弟快救我父，英雄放心，令尊已被接走。宋江哥哥，宋江哥哥受惊了，吾等来迟，望哥哥恕罪啊。诸位兄弟，感谢救命之恩，小可宋江难以为报。曹统领到。兄长，贤弟快起，弟兄来迟，还望贤弟宽恕。兄长，小可宋江何德何能，却有劳兄长和诸位兄弟如此前累，叫宋江于心何安呢？贤弟，你我自家兄弟理当如此，只是愚兄来迟，令贤弟险遭横祸，愚兄实在不安。兄长莫出此言，如此让小可宋江真的难以承受。贤弟，此处非久留之地，依我便行。来人，来传令各位弟兄即刻起程，齐备酒宴，为宋太公和宋氏兄弟压惊。好。诸位贤弟，宋贤弟及全家人等平安归来，乃是山寨之幸事。
弟兄们多吃多喝，同喜同庆。弟兄们，谢朝天王大恩，谢朝天王大恩，干！干！李逵贤弟，李逵贤弟，今日乃山寨同喜同乐之日，你为何如此痛哭？莫不是愚兄不在于民？宋哥哥，咱憋着鸟气，这个去接爹，那个去望娘，撇铁牛是树上接的，石头里蹦的。铁牛，你且随我来，走。贤弟欲有何求，但说无妨。宋哥哥，俺就这一个老娘，还要接他上山跟阿铁牛享几天福，中不？贤弟原来是为此等事情哭泣。好，愚兄这就去找铁牛兄弟。话我已听真，别哭了，我差几个人同你去接老母上山就是。贤弟，你去无妨，但有三件事许依我。那不是天上来的黄河水呀、啊，那是咱百姓流的血和泪。人有骨头，龙有筋呐、啊，壮士有脸，树有。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《水浒》第24集，剧中人李逵由胡战栗扮演，晁盖由金建国扮演，宋江由王波扮演，戴宗由王大伟扮演，宋太公由朱恩赞扮演，宋清由程晓光扮演。参加演播的还有李山、韩建强、王毅、张青、从志、江平、宋阳、满庭等。由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、中外合资哈尔滨万隆国际药研有限公司、黑龙江省讷河乳品厂、哈尔滨铁道建筑安装总公司联合录制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，谢谢收听。